好像是梦魇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白老孙，可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上来打俩闪现，我一级就像个战神。血钻中路卡萨丁压力特别小，我上来把杰斯给他杀了，他回家出门他啥也干不了。二了也没用，那得学个 W。 但你这又死了就不应该了。杰斯一级直接我打回家，兄弟这是干啥呀？这往中路看一下吧，你不用，你直接让他锤上来，他换不了你，你放心。你卡萨丁，那你拿不到我就没办法了。你不用减速，你最后留个技能抢人头，让你前期好过点儿。能恐惧到就能死，减速可以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
这梦魇皮肤不错呀，打了个闪还可以啊，这波打个六。给我抠着了。这个恐惧技能没挡掉确实是有点烦啊。这就没招了，兄弟。没事，这个线可以推过来。我不帮他挡着吗？我没想帮他挡。这卡萨丁啊，我的天哪，真是难搞啊。兄弟咱不能猥琐点吗？薛薇，你说那前期给你杰斯都打回家了，优势多大呀。这还能打成这样，稍微猥琐点儿，别着急打。中后期英雄16级、11级再打呗。稍微逼一逼他，让他别吃到别人的血。兄弟给我挡住了，我过不去，正好这个位置卡住了。这位置卡的有点好啊。闪现过去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，算了吧，他死就死了。万一让人给双杀了，这就不合适。Nice， 完了 ，AD 死，多扛一下，这波打龙。呀、yeah? ，
帮一下 AD 呀、啊！来死兄弟！嗯 ，AD 没死啊 ，AD 没死，挺好。这我就不收了。稍微就贪一个小小塔皮，就这样。中路来一波，没了，我也不知道上哪去了。这把攻击力好高啊，攻击力特别高啊。可能因为有火龙龙魂，火龙给了条火龙，加了4%的攻击力。就能感觉到虚区特别的高，打人都是一块一块血往下掉。马上12级，去中路团。小龙吧，这波拿小龙应该是一波转折点。我们家 AD 两件套，我这个装备 AD 两件套，你说这波他们拿什么赢？能勾着吗？勾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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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！呀，这都没死啊！小龙，
Triple kill. 真是。再打个400块钱吧。别！哦呦！没有大！别追了，还追呀？走了啊！这波运气还可以，岩雀没大，700块钱没给掉，还可以接受啊。呀，这都没死，这锤石勾的是挺准的，就是老打不死人。他为什么以为能打得过我呀？说因为后边有打野给了他勇气吗？他一个人打我整就是刮痧，打我都不掉血。算了吧，不推了，再推有点浪了，在这等一会儿，打他们家一个蛤蟆。这蛤蟆咋还不刷呢？投降。就应该每把都这样。